吴彦祖呢日喺 IG 铺咗呢张相，以为佢再做爸爸，原来佢系趁女女七岁生日铺咗七年前女女出世嘅时候喺产房嘅合照。啱啱生完瞓喺床上嘅 Lisa S 都有望镜头噶。吴彦祖仲发文话女女七年前闯入佢嘅生命，改变佢一生，仲话女女大得太快添。